今早刚换的衣服。大家好，我是957，我在炖肉，炖肘子，大肘子补气，金鱼汤下奶。今天是老吴进山的第一天，为了缅怀他一下子，我们决定和小花花庆祝一下。花在那儿，先把这个肘子焯水，然后冷水浸泡，之后倒入料酒、姜，炖2小时。这个是用柴油炉在做。路上也没人，村里面大多都剩一些老人了，小孩都不多了。被子不晒，晒天热，晒会儿没法，晚上没法干，有点乱啊，因为又是洗呀，又是炖呐。我口中说的老吴是我的无人机啊，他失联了，他去了一个301275的一个坐标的一个地方修炼去了，我没找到他。肘子焯水，焯完水用新鲜的山泉水给它洗一洗啊，浸泡晾凉，多好的肉，这个适合拿来做回锅肉，那个带骨头的适合喝蹄花汤，我都安排好喽。就这样，好，有点热，但是比城市里要好许多。前面，前面就是我说的那个村庄了。太重，拎不动。这个提棒38块。Hello。钓鱼呢？肉。烧肉。烧肉。有鱼吗？有鱼啊，河里面不小鱼吗？啊。无人机找到了。啊，你怎么知道我找无人机？我是安徽的。安徽的。开封的牌照，我安徽人。没有，是合肥的。啊，在这里可以讲家乡话。我是这么安排的，我是怎么安排的呢？这块瘦的留下来做回锅肉，然后这块瘦的也是留下来做回锅肉，炒菜用。然后这两块今天炖汤。这个水箱里放出来，这是山泉水，可好，炖一口汤。 OK， 多放点水，要炖一个钟头，一个半钟头。老重，放入姜片，多放点去腥。蹄花汤炖出来一定要是白色的，盖上盖子，先大火炖，煮开，然后小火把它炖出来。鱼汤为啥是黄颜色的呢？因为用了菜籽油。用了菜籽油的鱼汤呢，就是这个样子。怎么样？我做菜简单，刚才尝了一口，不行，挺好吃的，成功。
这村子里是全部都种茶叶的是吧？嗯，就茶叶。啊，我来跟他回去买点茶叶去。今天的炒青他自己留着喝呢。哎，不放糖。不放糖好。现在也放了，现在是他卖的也放了，老板要糖。啊，要糖跟鸡精。加工厂里去。鸡精跟糖放。哎。啊，那个不能喝。那个没有茶的，没有意思。今天还炒不炒了？今晚要炒。今晚炒。嗯。嗯。就是非常原始的一个炒茶工艺，我见过人家是用大锅炒，这种是小有规模的，都是他们山上自己家。来喝你一杯，烧个水，喝一杯茶呢。哦，打个杯子，把这茶给你喝一茶，先喝一下哈。嗯，好，好，好，谢谢。哎，你们这水是山上的水吗？山沟，还是那个山沟里的水？山沟里的水。哎，我水自然甜的。是吧？是啊，自然甜的。哦，这水好，这个水泡茶好喝的。啊，这就是你们那个茶叶炒青。好好，盖一下。水不开呀、啊？嗯，不能开。不能开啊？啊，早上很早出门的时候说的。啊。凉了吧？他的意思是不肯开。你看，马上一开就泡了，那就好。嗯。嗯。我那鲜抓面吃这开水吃鲜抓面的。现在毛峰没有了，就剩村民自己种的这些炒青。什么叫炒青呢？就那个青色的叶子放在那里炒，不加任何东西。这些茶叶是他们不打农药自己喝的。你看，渐渐的就泡开了。茶农很辛苦，以前有首茶歌听过吗？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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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耶耶耶耶，啦啦啦！时至今天采茶农，好茶，能喝出来，没有添加那些东西。这老师傅刚才说的，没有加糖、加鸡精这些东西，就是茶，他们自己喝的。我就100块钱现金，我看着拿吧。这一袋是一斤。山里他们来收购的时候就十几块钱，这一袋。啊，再给倒一杯。好的。再倒一杯。你这一次吧，倒三次都还浓的。是吧？嗯。你全茶。你们那水。自己油的，自己油的开支的。这个水也好。它长的，是风味的。这个关键是，你好茶要配好水。嗯，好茶要好水。对，这个茶汤色一般，但是入口很甜。上次那个老板给我个电话号码，姓张的，开公交车的。啊。今天去不准了。啊。他想来买，来不了了，他说。100块钱三包，三斤多，他这个就随手抓，反正塞满，每个都超过一斤了。大爷说还有十几斤茶叶，我都给他买了算了。发呗，这么好的东西，30块钱一包，33块钱一包。这个大爷家里在炒茶，哦，就是加火然后开始炒是吧？啊，加火。啊，这茶叶加糖了没有啊？加糖的啊，你在加糖的，你在加糖的，啊、嗯哦，那个不一样，这个没有，你那、这个加糖太甜了，嗯，啊，现在有人喜欢喝加糖的是吧？嗯，哦，行，这个没有，这个他自己喝的，嗯，啊，自己喝的没加糖，没打农药，村里用水倒很方便，我以前喝水喝茶都是用。就是刚烧开的水稍微凉一下喝，
这没有刚才他给我泡那个好喝，他是早上烧的水，现在是下午5:30，我喝了一杯这样的水泡的茶，甘甜甘甜，嗓子到现在很舒服，从这里到这里很舒服。他家还有15斤，晚上我去把这15斤全买。青草的味道，好青嘛，没有毛峰那么讲究。等了好久，测了一下水温，80度，就这样一杯茶。叶子很大，跟它炒的时候差不多。无论是汤色、卖相都不好，但是入口挺干的，口感好。